换的方式，用您的方式让它尽量把病毒的残留放在里面。哦，那我们产品的特色呢，是我们在就是采集棒这里有一个切口，那可以直接折断。哦，那直接让这个污染物的东西呢，直接留在 buffer 里面，哦，直接留在缓冲。